慢慢要是打个扑克挺好啊。可以呀、啊，你看，你有牌吗？带牌了吗？没有牌。行，我那哎，啊，掏什么呢？我这有名片、啊、名片怎么玩啊？嘿，啊，一样啊，能吗？这不一样，上面有名字吗？这不都是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要名片我这也有。这两年出门跑生意，净收名片了。你看看，你看，哎呀，我这个名片上还有名字呢。我这名片上也有名字，名片都有名字。你说这怎么玩吧？这也不赖啊，这也不赖。咱俩这样啊，咱们这样，这不都有头衔吗？是啊，都有身份啊。咱们就看着以大欺小呗。哦，大官管小官，咱可说好了。怎么着？输了不能白输。怎么着？咱得从火上跳去。哎，这不那，那就别玩了。不是，咱喝点酒吧。啊，喝点酒吧。哎，对，谁输了谁喝口酒。行，好不好？行。我捋捋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当然有什么准备。完了，你输了，什么我就输了。你都没捋好，你输了。不比快慢，真的比大小官啊！来吧，我先，你先出。组长，等会儿啊。科长，处长，行啊，净认识大官儿。局长，局长太太，你这就不像话了。你局长太太管着局长。对了，局长甭管多厉害，回家之后也得太太说了算。啊，哎，这倒有点道理啊。来吧，这轮就不算了啊。啊，这 pass 了，咱们再重新来。来，嗯，来这个啊。嚯，你瞧，这回来炸弹。还炸弹呢？看这个吧，四个二。你哪来的四个二？看清楚了，这四个在单位都是二把手。四个二，瞅这个，四个大王，哪有大王啊？这四个干皮包公司的吹牛大王、哎，干皮包公司也算啊，对了，反正是个公司，这行了吧？好吧，哎，来啊，这是个副经理，嗨，总经理。瞧，随便抽一张就比我大。总经理、董事长、秘书管董事长，那你看你白出来混这些年了吧？秘书专管董事长。该我了，我赢了刚才。嗯，艺术学校的学生，这个随便一张。演员，有点小名气的小艺人。大明星，看这，你多的明星，我从你这儿挣钱。经纪人，哎，有说辞。看这，娱乐公司的老板，专管经纪人，老板太太。还有、哎、这想打听打听啊啊！这些太太、秘书的名片都在你手里头，哎、讨厌。哎、好吧。哎，我来，这厉害了，啊，哎，内地二流艺人，二流艺人，像这个就收起来吧，这牌还出，港台的三线，内地一线，国际的二线，国际一线，嘿，看这个，国际巨星。医生，在你这先放下。医生跟国际巨星不挨着，怎么会管他呢？没有医生，那国际巨星怎么死的？啊，这牌玩的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，让人感慨啊。那倒是，这就叫手中一把牌，社会大舞台，一翻一瞪眼，说谁明白？来喝酒，喝酒，来。宇宙